大家好，圣诞节就嚟到啦，咁喺呢度祝各位球迷 Merry Christmas， 圣诞快乐啊！现在咧就会揾嚟两位年青嘅球员咧，去进场进行一场好犀利嘅精彩嘅比赛、啊。咁现在有请第一位陈俊恩，第二位安永佳。今日我哋会进行圣诞大对决，今次嘅圣诞大对决将会分三个回合进行，边个赢得两个回合就会胜出今次比赛，输咗嘅需要喺中心门外大叫祝各位圣诞快乐。首先系五秒定律游戏，参赛者要喺五秒内讲出三个正确答案，合共十个题目。五秒定律。好，大家好，咁我哋而家由陈俊一开始先。三件会喺球场揾到嘅嘢，等阵先，等阵等阵，我问完问题我要揿标 ，OK， 准备三样啊，三样啊，一二三，开始。飞碟、雪糕筒同足球。咦，两秒几啫？咁其实如果冇个教练摆喺个球场度，你又揾唔到呢三样嘢。咁其實係錯 ，Matthew， 你覺得錯定啱啊？啱，冇教練牌嘅喎。嗱，咁其實咧呢個都可以啱嘅，不過我呢度有個答案咧，就係揾到個龍門架、座位、草同泥。咁但係你唔啱啊，你係雪糕筒啊，你仲拗，冇得拗啊！好，咁我而家呢題錯，我話嘅。咁而家到安永佳啦，咁你而家講出。三个今年傑志的教练，阿娟、阿江同埋陈文礼。哦 ，OK， 四秒唔啱喎，四秒五十四。你唔系答案嚟嘅。咁而家你系佢嘅对手，你实话唔啱噶。咁而家我做主持，我话啱。而家一比零，Matthew 啱，好嘢 ，good。咁第二条，第二条，咁啊一啊，咁你列出。三个入球的方式 ，Go！ 左脚踢，右脚踢，同埋头槌顶。哇！唔怪得知咁简单嘅啲答啲问啲答案，但系好似错嘅，左脚踢，左脚踢，右脚踢，头槌顶。各位球迷，你哋都得啦，系咪先？佢边有答得咁简单的问题？咁算啦，佢都系有左脚入波、右脚入波同埋头槌入波嘅。咁其实呢个都系答案系啱嘅。OK， 咁。呢次当佢啱啦 ，OK？ 咩袋啊？咁而家到阿安永佳啦，Matthew， 咁你讲出三队今届有参加港超嘅球队个名字？东方、Lehman、Southern。OK，good。佢哋帮我计咗次啊？冇忘记。咁我哋而家系啦嘛，咁唔使再讲噶啦，个个都知噶嘛。咁文塞嘅啫，而家暂时仲系二比一啊。Matthew 赢紧，咁第三条，阿一列出三个除咗足球以外嘅球类运动。等阵，一二三 ，Go！ 棒球、篮球同埋排球。咁其实啱啊，啱。OK， 咁而家二比二，咁而家第三条到 Matthew 啦。OK，Matthew、okay? ready 啊？列出三个唔系。球类的运动 ，OK， 准备 ，Ready， Go， 跑步、跳舞同埋做 gym。咦，做 gym 好似冇答案噶喎，各位。跳舞都系。跳舞，跳舞系啊，唔系球类运动，你又你系都要质疑 Matthew 答嘅嘢嘅，点解？喂 ，OK， 咁而家冇办法，而家三比二，三比二啊，三比二 ，OK， 陈俊一仲系输紧，仲系追唔到嘅，咁而家嚟第四条。三款你会喺圣诞节食或者饮嘅嘢，一二三，开始。可乐、忌廉水。吓、啊、可乐、忌廉水，你平时都有饮嘅喎，圣诞节喎系。唔系啊，我平时唔饮噶，放假先饮。咁得啦，冇办法，各位喺度有错。我哋嘅团队。打晒眼色俾我，打晒手势俾我话错。唔系，咁呢个圣诞嘢食啲？喺圣诞里边啊，即系喺一个圣诞节里边，你会食嘅嘢。知啦，咁有啲咩特别嘅圣诞？唉，
我都不知道为什么陈俊一在球场到咁醒目，但是离开了球场之后，唉，不说了。Matthew， 第四题啊。OK。三种会挂在圣诞树的装饰。圣诞灯，呢啲波，呢啲个 bell。OK， 好，啱啱好又五秒。佢呢条问题摆明系即系送俾阿 Matthew 嘅，送俾咩？因为摆波圣诞树喺度咧，佢知道晒嗰啲装饰系点样啦。三首你会喺圣诞节听到嘅歌或者唱嘅歌，准备一二三。Merry Christmas 啊！All I want is you。阿罗啊！哇，仲有一个，而家十几秒啦。杰志会歌。OK， 哇，杰志会歌。Jingle Bells。Jingle Bells 帮咗你都唔得喎，十四秒几喎。我俾你睇下啦，十四秒几啊？你睇下十四秒几啊？佢平时系咪应该唔中意去圣诞节咧？有啲活动啊？OK， 咁即係呢題佢又輸，即係點都係會有機會會五比二。咁我問埋 Matthew 啦，第二條 Matthew 準備咯喎。三件你會喺聖誕節做嘅嘢，準備 go。啊，睇聖誕樹。繼續啊，繼續啊。买嘢，唱歌，唱歌，唔系唱歌都啱嘅，其实都 OK 嘅，只不过啲答案啲答案系啊，系啊，即系你睇下同阿一一样，咁即系 Matthew 咧让翻阿一一次，咁啊而家总比数就系四比二，咁啊 Matthew 赢，咁呢好啦，呢个回合就由安永佳胜出。第二个回合，每人有五分钟时间绘画一张有杰志元素的圣诞卡送给球迷，到最后两位再介绍当中的意义给评判，评判从美感意义方面评分，决定边个胜出。杰志圣诞卡，好，各位，现在第二回合又来了，不过呢不如不要说那么多东西，我数三声，那他们就开始了。一二三，开始。他们好像在沾紧这个颜色笔。哇，一攞这么多颜色好像幅画上七彩一样，好像很漂亮一样。咦，都会仲有几耐？有很多球迷。OK， 咦，个个都望住出面的，为什么出面有东西看吗？一秒，闹钟响，停手。好啦，够钟啦，够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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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够钟啊！我哋而家先咧进行咗第三回合先。第三回合之后咧，我哋会请一个星级嘅评判嚟帮我哋评审佢哋边一张靓啲啦。好，我哋即将进入第三回合。第三回合最有创意圣诞装饰比赛，参赛者需要用大会提供的圣诞装饰，五分钟时间内去布置一张高凳，评判会从创意和美感角度评分，决定胜出者。哎呀，最有创意圣诞装饰比赛现正开始。咁咧好啦，大家你见到前面有两箱的圣诞装饰的礼物啦。咁佢哋會喺五分鐘裏面將啲裝飾嘅禮物咧就裝飾咗呢張凳啦。OK， 咁大家準備好未？大家準備好未？咁我數三聲，你哋就開始咯喎。OK， 三、二、一，開始。幾豐富嘅啲嘢，即係同裝飾聖誕樹咁樣啦。裝飾完咧，其實都睇到佢喺個球場裏面有冇思考過啊？做每样嘢有冇思考一下？甩喎，兄弟，呢啲甩嘢咁喎，好多有圣诞卡啊，纸都黐得唔稳喎。哎呀，冇教资啊，咪攞隔篱嗰个啦，俾你攞隔篱嗰个啦，唉，但系唔好争啊，即系有啲估唔到喎，咩 feel 嗰个好似。
幾出色喎、啊！我都唔知道啊！我而家特登影響你，等你輸啊！仲有三十秒，三、二、一，好，停啦，陳俊一，好，完啦，請兩位企喺聖誕樹嘅隔離先。咁而家咧，呢、這個時候咧，我就邀請我哋嘅星級評判朱志剛教練。兩位可以輪流介紹翻你哋嘅創作，講下你嘅特色，俾阿星級評判朱 Sir 聽下啦。呢個就係嗰個聖誕樹，我用咗好多時間做得咁好睇，所以係啊，係有個設置同埋聖誕個 theme。安明街呢个比起呢个高大咗少少嘅，但系都唔系好清楚嗰个咩嚟噶？下低嗰对对物着喺个心口嘅，有结字嗰啲，有结字嘅，哦，物嚟嘅嗰对系咪？系哦，都几好创意。OK， 高大似你。OK， 咁而家到你啦，陈俊一。咁我咧呢、這个设计咧就是、由上到下都系有嘢睇，左至右都有嘢睇，即系不论任何角度咧都系有嘢睇到嘅。咁啊，比較豐富啲啦。咁上面有個聖誕帽啦，去到最低有個仿似呢個草地嘅裝飾啦。跟住中間啦，當然有聖誕不可或少嘅聖誕禮物啦。咁可能朱 Sir 你呢個角度睇到就係睇到呢邊啦，但係轉一轉個角度咧，都係有嘢睇到嘅喎。係啊，感覺上就比較豐富啲咯。咁。咁啊，比較精壯啲咯，係啊。呢一個就好似聖誕勞寶少少，矮咗少少咁似佢，因為佢嗰、那個個盒高啲，咁就創意都係唔係差好多，不過佢就好多邊睇到，咁嗰個高大啲，呢、這個正面就靚啲。如果呢個周圍睇，不過你望嘢好難成日聖誕老人轉身睇啊！呢個係咪聖誕老人嚟啊？唔係啊！咁其實兩個都差唔多嘅啫，不過就我就中意高大少少嘅，即係高大少少頂到個波嘛，係嘛？厚身啲個春啊，厚身啲啊，襟座，厚身啲條仔。朱 Sir， 如果你中意安永佳嘅，就撳紅色燈；如果你中意陳俊一嘅，你就按蓝色灯，三、二、一，哦，原来是安永佳赢了今次。不过就感觉高大一点，望圣诞气氛多一点，这个要另觅看后面才知道。是啊 ，OK， 现在请你们两个拎回你那张圣诞卡出来先，圣诞卡啊，跟着呢由先就 Matthew Orr 介紹先嘅，咁而家陳俊一到你 present 翻你嗰個聖誕卡係有乜嘢意義喎？咁聖誕卡呢、這個聖誕嘅 Merry Christmas 一定有啦。咁身為即係傑子啦，傑仔係不可或缺嘅一部分啦。係啊，咁仲著起我呢個最新球季嘅波衫啦。係啊，咁係啊，新波衫。跟住更新咗，跟住咁呢個就係傑志聯賽冠軍啦。聯賽冠軍今日哦，係啊，咁、okay. 都係傑志嘅其中一部分啦。咁呢個最尾就係、是、講緊我哋嚟緊啦，會進軍，希望進軍呢個亞冠啦。咁都係寫咗今年嘅聖誕卡入邊啦。咁到你啦 ，Matthew， 呢個係我嘅聖誕卡，有個聖誕柱啦，佢冇，有個足球。同埋球員，同埋我講 Merry Christmas 俾個 KG fans。隔離嗰個 fans 嚟，有禮物 ，OK， 都有禮物。咁我俾少少時間你睇下邊個贏。如果 Matthew 贏咧，你中意 Matthew 嗰個咧，你就撳紅色燈；如果你中意陳俊一嗰個咧，咁啊撳藍色燈。三、二、一。好，朱 Sir 就系拣咗陈俊一嗰个嘅，因为佢有杯啊嘛，最紧要有杯噶。啊，咁呢个回合，咁呢个回合就系阿一胜出，咁但系总比数就系
陈俊一输二比一，系啊，输场。你睇下仲有咩评语俾佢哋？好啊，其实两个都几好嘅，但系呢个就佢有啲几细致嘅，又有杰仔，又有杯，又有亚冠嘅。嗰、那个有棵树，嗰棵树又识踢波嘅，都系有创意嘅。OK 啊，呢次比赛咧，咁啊，陈俊一输二比一，佢会接受一个大惩罚。圣诞快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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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得唔得 ？Merry Christmas， 深呼吸，一、二、三，圣诞快乐，得未啊？OK, Cameron so far, 走得。祝大家有個愉快的聖誕 ，Merry Christmas and Happy New Year。